BTS 防弹少年团成员 B 和队长 RM 在去年12月11日一同入伍服役，并在1月时正式从新兵训练结业，两人更被选为最精锐的训练兵。当时的照片也可以看出 V 的脸已经圆了一圈。夕阳情人节当天， V 也在粉丝平台发文向 ARMY 报告近况，来给大家中途报告，目前体重来到了72.5公斤，我会再来的，忠诚。那지금61kg 됐어요。其实入伍之前 V 的体重是62公斤，没想到服役不到3个月体重就暴增10公斤，可以看出他在军队适应良好。他曾在直播和粉丝承诺自己会好好锻炼，宣告要增重到86公斤回归。而先前也有网友在韩网论坛分享， V 很适应训练所的生活，非常能吃。当被问到还有谁想要多吃的时候， V 总是第一个举手，看得出他正在努力实现自己在直播时许下的承诺。